90%，我觉得99%可以判别出到底如果你挽回他成功几率高不高。我是威，大家好，我是威，又同威，他是猴心，猴心小猴心来了。今天这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的前任到底对你还有没有感觉？猴心，猴心，要吃手手哦。好，好吃好吃，我们先去后面。玩你的香蕉，对，玩你的香蕉。好，大家都知道人很容易爱上之前爱过的人，因为在他身上就是有某些特质吸引你。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同的最多人问到问题，就是封锁分析法，到底你的前任对你还有没有感觉？好，封锁主要分三种，没有任何一个封锁是莫名其妙封锁，没有一个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。不要再觉得说啊，问莫名其妙为什么封锁我，一定有原因。第一种就是他真的太爱了，我不是不想看他的生活，而是我不敢看；我不是不想看他的讯息，而是我看他的讯息会再次触动我的心。只能说，我还是爱着你。所以遇到这种很简单，你就是阴魂不散、死缠烂打，让他一直不断看见你，因为他其实心里就是还爱你。那要怎么判定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你，还是他真的讨厌你呢？就是第二，大家都知道讨厌到封锁。你们分手之后，你有没有在一直不断的私讯他？你不要以为你的私讯是道歉或反省自己，就不叫做骚扰。很多人分手以后才在后悔，然后打一长串忏悔文，一直传给人家。我觉得传个一次，甚至第二次 OK 可以。但是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你传了之后，对方礼貌性回应你的时候，你就以为哦，一来一往，你就开始一直传，一直传。我跟你讲，你会把你原有在他心中的价值降低以外，你还会再 double check 让他确定，哦，我跟你分手是正确的决定，你比我低一等。这个详解在这边，暗黑挽回术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分手以后不会封锁任何对方的人，因为我之前就分享过，你其实不要封锁他，你要让他一直看到你过得比他好，即便你过得很不好，而且因为你现在一定还想挽回他，所以其实你更要做的是把自己的人设现在建好，不管你真正过得怎么样，重点是。你要让你自己看起来过得更好，人都想要跟更美好、更好的事物在一起，那你就要变成那个好的事物。但是我还是要封锁一个某一任，就是那个渣男，因为他就是三不五时一直很爱回我的讯息，然后从一直在检讨自己，不然就是哪时候他心情怎样，又一堆话要跟我说。我已经从分手好好的变成分手，我觉得他很烦，是一个很烦人的人，因为他从我 FB 密完，再到我 IG， 然后 Line、WhatsApp， 我就这样一个一个锁哎、欸，然后他一定也知道我封。锁他，可是他还是要换一个 app 来找我。就如果被封锁，你就要想两件事情：你到底有没有骚扰他？如果你没骚扰他，他还封锁你，就不合逻辑。爱的反面不是恨，是不在意。他既然不在意你，为什么要封锁你？所以他还在意你，只要你没做什么鸟事，那他还封锁你，其实代表你在他心中还有一个位置。但是也有例外，就是三现任男女朋友叫他封锁，基本上通常都是现任女友，因为男生通常不会那么小心眼或在意这些小事情，少数了爱吃醋的男生。但是我听过不少男生封锁前女友，都是现任女友叫他封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太爱你了。你知道现任女友为什么会叫你封锁？代表这个男生本人其实很在意你。那如果这个男生原本好端端没封锁你，就交到一个女朋友之后，他就封锁你了，你就要想想，封锁可能不是他的本意。然后分手，他跟现任女友分手之后就会解除回来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对现任女友很不公平。但是其实人回头看每一段感情的时候，会给出不一样的对象不同的评价。所以其实如果你被后女友嫉妒或讨厌或太在意，都是代表这个男生最爱还是你，这是我的决定。好，这大家这个封锁那讯息，我以后就贴这个链接给你们，超简单，挽回判别数90%，我觉得99%可以判别出到底如果你挽回他成功几率高不高。再来呢，要来教教大家最实用，网络上也有人分享，可是其实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，如何知道对方赖封锁你的方法、啊、FB 或 IG 封锁的话，很明显大家都看到，因为你就看不到他的主页。但是你要怎么知道对方赖封锁你呢？我来现场教学示范一下。我跟你讲呢，我有被我某一任男友封锁，而且他就是一开始教我说不要封锁别人，你要让对方看到你的好，不要封锁他，你封锁他干嘛呢？你跟他分手，你要让他觉得天哪，我跟你分手是个错误，你要过得比他好给我看。那个男生他竟然封锁我。 OK anyway， 但是我还是先说，我没有交很多男朋友，我交的男朋友数是一只手就数得出来的，我还要嫁人呢，不要看起来我交很多男朋友一样。 anyway， 好，来教大家我被封锁这一人。我跟你们讲，超级爆炸好笑，我先帮他改个名字，叫他123。好，123呢，他本人的头像很奇怪，他的头像还拿着之前 iPhone 6、iPhone 5的手机。没有，这是 iPhone 10了。好， iPhone 10，所以他很晚才封锁我。我天啊，他
没有看到那一集啊，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！而且他已经封锁我，然后屏蔽掉。结果你看 YT 打开推播 ET Today 台湾达人秀三立新闻，怎么都是你的脸？ Oh. 我真的很抱歉，我不想一直骚扰你，但是 Sorry， 我会努力让我自己变得更红，让你这样看见我。看一下，我被封了。好，回来，再来呢，我们就要点开他的聊天主页。你可以看到你们原本的照片记录都还是会在的、哦。你看什么动物园什么的。等一下，他如果真的好死不死看到，想说我已经都把你的脸做马赛克，我只是一个见解，因为我不知道还有谁封锁，我只知道你，所以我很抱歉。之后你可以示范，我真的很抱歉，请你原谅我。然后再来一件事情呢，就是你要点进去贴图商店，送他一个贴图，你选一个最近新出的随便。然后呢，这时候你还是可以看到他哦，你点一二三。然后很多人会以为你可以选择他按到他贴图，就代表哎他没有封锁你，但是其实你要做最后一步就是按确定，你按确定之后不会马上送出去，正常你按确定之后他还会再确定一次，不用担心，你就按确定，我不能送，你看到吗？我不能送，他直接显示抱歉，你无法赠送此套贴图。OK， 那也有可能是人家就已经有这个贴图，你可以再试别的贴图。如果你别的贴图也不能送的话，放心，你就是被封锁。这时候你就要思考，你做什么事情封锁你？你没有传讯息给人家，人家封锁你，那到底是为什么呢？而且被封锁的时候，你点进去他的主页，其实看不到任何他发的东西。只要是正常的在用 LINE 的人，他不一定有发文，但他换贴图、换大头贴的时候，一定会有记录跳出来。好，我说了那么多，但是其实引爆分手绝对不会只是一个单一事件，重点是要去思考你们三观合不合适。三观差太多，其实就不要蹉跎了，复合也会分手，结婚也会很痛苦。从小我妈就跟我说过，靠人的力量去改变另一个人太难，而且你会很辛苦。我们应该要找一个这个人本身就靠近你需求的，就像是你对烟味过敏，可是你又找了一个老烟枪的老公，要他为爱戒烟，有轻松的田园小径走，为什么要走还没开发烂泥巴呢？对吧？所以其实有时候没有挽回成功反而是好事，毕竟未来。难说，现在全世界离婚率又那么高，我们能确定的是只有你自己不会背叛你自己。所以除了内在的经济以外，外在经济也非常的重要。各位，现在医美诊所满街开，但又不是每个人都敢做医美或是适合做医美侵入性治疗，这个时候不用担心。而是听到了 Kels 他们出了媲美医美等级效果，但是不需恢复期，无痛无副作用，而且低刺激 Kels A 醇全能新生抗衡精华。 Kels 这支 A 醇精华是跟哈佛大学医学院皮肤科专家合作独创的 A 醇专利技术，把精纯 A 醇、神经酰胺跟超级生态打包在一起三合一，从内而外由肌肤底层开始翻转肌肤状况。而且虽然它的质地是乳状的，但是还是非常水润，超级好推开，而且吸收力很快。它能够加速胶原蛋白增生，提升肌肤弹性，调理痘痘粉刺问题，让肌肤看起来更健康光滑透亮。那一层就是主打快速焕肤，从我拿到商品这十几天下来，我超认真使用，我从第二天皮肤状况就有变好。欸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很嘴，但是我真的第二天就变好。我不敢说每个人都可以效果那么快，但是我自己真的是第二天就很有感。那我自己其实是混合肌 ，T 字部位最容易出油，毛孔比较粗大，然后比较容易摸到一颗一颗的东西，但使用之后就平滑很多。然后我大概用到第三四天吧，我有点不太记得，我洗脸的时候发现我的脸颊这边开始轻微的脱皮，然后它的脱皮是那种跟我们以前擦 A 醇不太一样，就是它的脱皮就是薄薄一层，然后你要去撸撸撸撸撸，然后你才会撸掉，然后我没有觉得痛。那我在 A 醇本来就主打焕肤，促进我们皮肤新生，然后皮肤才会变漂亮。所以有些人会说他用 A 醇焕肤脸不舒服，然后一直脱皮红肿等等，但我自己用的话，我是只有轻微脱皮，然后还有一点刺刺，我在我脸上效果是非常快，就看见皮肤变光滑。当然我不敢说我毛孔就完全恢复到青春期前的细致皮肤状态，毕竟它就是被撑过，但是我真的毛孔变细很多。那市面上许多 A 醇其实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还会再叠擦一层保湿精华，但是 Kels 这支不用，单擦一瓶就足够保湿，而且可以天天使用。品牌有建议要在晚上使用，如果白天使用的话要记得多擦一层防晒。遮毛孔要的不只是有粉底液，还可以有 A 醇，从根本下手。我自己真的很喜欢这次实测的效果。那我现在自己的保养步骤是晚上擦 A 醇，白天擦这瓶也是 Kels 明星商品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激光极净白淡斑精华，这瓶也超好用，内含激光活能 C、 普拉斯链还有温和水杨酸，白天进行抗氧化保护，晚上则是抗老修复，一加一大于二，美白加抗老，一个都不落下。最后还是那句老话，我的名言，重点不是你几岁，而是你看起来几岁。美貌都是用钱砸出来的，我知道。其实我自己这样花也会心痛，你们不知道我自己已经花了多少钱了。可是我自己就觉得，等我以后有钱再砸钱慢慢保养，不会比我现在就是慢慢投资自己一点一点来的有效。我想现在就 keep 住。那厂商 Kels 有说五月有独家优惠，现在买超划算。有两种，第一种就是五月一号前买 A 醇就立即送年轻修护旅行组，内含 A 醇、超级眼霜，还有金盏花化妆水，或者是冰河保湿水，二选一，
总共有三件。还有第二种，五月限定 A 醇精华爱用组，买 A 醇30ml 两件就送 A 醇4ml 四件，加上美白精华4ml 两件，超级优惠。详细优惠资讯我放在底下资讯栏，有兴趣的宝宝们欢迎先去领取试用包体验看看。我跟你讲，我自己是真心勇敢，有用再去买 ，OK 的。厂商邀请你来使用。好，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IG 和按赞我的 FB 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啦！祝福大家爱情一路都顺利，好吗？红心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哎，要下来了。你知道你工作结束了，你知道你工作结束了哦。哎呦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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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爱你哦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拜。哦，我们还要补拍，我们还要补拍画面，哈，爱你哦，爱你哦。